我们现在开始钩织减针，从起针开始哈，从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的半针，再从第二个针目钩一个短针的半针，然后钩针上有三个圈，将线全部拉过，啊，这就是短针，两针并一针，啊，半针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半针短针，三个线圈一字拉过，这个是减针钩法，半针，第二个半针，然后三针，减针钩法就是这样子钩的。